哦，开车而来了没？开车而来。好，要而来。开车而来。开车而来。开车而来。下一站，五泉。Next stop， 五泉。后一站，五环。下一站，五线。在你站，我怎么拍的？应该是往基隆嘉义对不对？五泉快到了 ，We are now arriving at 五泉。五环，这边到了。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五泉。李泉中心大学。很有接了，那你最后成功。是看一下鸟日。下一站，大庆。Next stop， 大庆。后一站，大庆。下一站，开心。
新屋日，菜在屋日。真的很会搞事，你要显示时间不给我显示时间。哥哥啊，在短距离的车站，乌日到新乌日，0.8公里。乌日导师乐团。Next stop, 新屋日，奥吉站，新屋日，他一站，新屋日。
最短距离。新屋日快到了 ，We are now arriving at Shane River。新屋日，你来到了。新屋日快到了。下车时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哎呀，怎么对面给我停了一台500、600啊？500，可前面对面停了一个500。我不是说那个500，我不是说那个500，是这个500。金阳山线去往嘉义，日夜高速无限车。后一站成功，成功岭就在这两站之间。最近好像成功吧，还是新屋日？不知道成功哪叫成功岭。成功。成功。要到成功岭啦，来去成功岭没有啦，没有去成功岭，没有演新兵日记呀，新一代的。新一代的新兵日记就这样，好像头而已。这个里面应该不是成功岭，成功岭，哇塞，真的是成功，真的是跟那个一模一样哎，跟那个。跟演的地点一模一样，林道元跟唐凤，林道元要奔跑，遇到刘湘慈，成功快到了，我要百分百的成功。专线的，请在成功站换车。醒功，还有一个平交道。颠倒过来。不一样哎，因为有成堆线的关系，所以才变成这样。而且这站蛮也小的嘛，这个后车位是这样。假如没有看对面的话，就很像三坑。
啊？对，那直接跨线吃了。灰蛋、八海、雷达、挖土，成功，即将到沉醉线。其实沉醉线它的图像就很像一个光明会，江华。那你在转发成功追婚？哎，成功站的腹地也算蛮大的。双轨电气化成功。其实陈翠线应该本身就已经是电气化，只是它双轨而已。样子感觉就是要停车了。
是要临时停车吗？慢行还是怎么的？更换乘务员，6.9公里耶，好远哦，6公里耶。